One, two, three. <笑><笑>啊，你好捧场哦，李叔。我是在笑那个尴尬。哦。你怎么想出来？迪叔，迪叔 ，nice！ 哎，铁砧爆了，铁砧爆了，家里需要再一个铁砧。我做。哪了？哎、欸，皇帝都有人在烧哦，上面。拜拜。哦，我在射，我在射。我听到有啪啪啪的声音。我放了。他射射。他没有马，哇、欸，帅哦！对，他没有马射射。Nice！ 帅！好猛，好猛！马来西亚第一蛙核心，华顿。哦，感谢你。他是七滴，残，两滴。没有，他用技能，他无敌，他用技能。不要让他回去，控制他。他怎么跳过去了？30秒，这三十秒很久。我也掉很多。看看有没有掉东西，看看有没有掉。太无敌，太无敌！我吸到了，吸到了。这边还有另一只，左边还有另一只附魔的。后面有叫人哦。我不知道。哎，正面。有。吃。哦，有人丢手榴弹，矿龙魔。哎，我吃他来不及吃。我倒了。那个弓掉了，看有没有办法捡。衣服也掉了。Q Q， 没我也死了，你也死了。我还说刚才命按下去了。宝充宝石，哦不行啊，太多人了，不行。嗯，我想一下，那边弓好像被捡走了。哎呀，召唤师就是一直看着自己的僵尸，然后本体在装莽啊。那你要招，你要招绿宝石僵尸。有我招了，他死了。死了，我招了，他死了。那一次，现在不能倒太多，倒了会给他们加命。尽量打电池，疯狂打电池。天使飞过，后面。很硬的，很硬的哟！都被发现了。啊！这白痴僵尸下水干嘛？下水是有屁用哦！中间有人加油好吗？可能下水。他今天可以拿弓吗？这是水饺哎、欸哦，超没用的。先生，请加油。你是可以给我两颗绿宝石。不行，先跑！跑！方法小心，方法你被秒了，方法。他好痛哦。他、啊、那个啊，都锋利起来了。金宝，你要看箱子。我好像有看到。肚子饿，肚子饿。没事，他们也肚子饿。10秒。我有。我不要水，我要排排。要跟排排。我好饿。我发现他自己这就只有火焰了。对，我就只有火焰。只有一把效率二而已。我们家有别把弓吗？我们家还有弓吗？弓有强力三的，你要吗？好啊，谢罗。在这里，这里，可以放箱子。左边。啊，他超痛的，他记那个我放箱子哦，左边箱子。好。他吃了，他可以克，他太痛了。哇，你说输了。三个东西，这样伤害不够啦。我们要有那个锋利剑、锋利武器，或者是那个酿造力量药水也可以。不然他们那个装备打我们打不通。我去，酿造。爸爸有办法酿吗？爸爸，我来酿。没有哎、欸。啊。我现在在杀人。他烧死，有一个烧死了，吃，还在 CD， 吃，对不起，约知道你，我快死了，没事，哎呦，失明了，有没有失误？反正太痛了，装备差太多，你要什么？拿完了，中间，好，我来了，好。孟娜是有在农经验吗？没有，对，我在农。啊！我的钻戒，我
哇哇哇！我的无限强力没了。哇！那明显嘛。这个运气，他们又亲到一个太神啦！我刚看音乐在挖，孟娜在弄是不是？那你先。孟娜，我们需要那个强力的武器哦，看剑或弓。嗯。好。可疑的盾牌。我看到有人哎、欸。我还要掉了。喝了喝了。喝了。等喝再说了吧。喝了再上。爸爸，你要喝喝药水，要跑。有，应该是没有装备的关系。对，因为他们的那个武器都很强。他们的都基本上四阶的啦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孟娜在弄。孟娜你用完可以就说一下，我们就换人。好。他们弓也都超痛的哦。哦，这样。那个很痛的又来了。痛先生，你还要再抽吗？那多看我，现在发光很难抽。啊！干嘛？有突然结果。爸爸，我差不多了，换你接你。我差不多了，我再挖一颗就好了。哟，这怎么那么多洞？没事，我现在变刺客了。这样很棒。好了，我换你。我是百变职业。百变。我妈。哎呦、啊！这是抽不到屁王而已。又、就是啊，怎么又是他？他又有功了、哦，好扯哦。他太好痛，我、哦、好痛。听过一次吗？家里有强效隐形，要可以玩哦。哦，200，他好像是无限火焰的。没办法，现在问题是我们还在亮晶晶啊，那把应该是陨月的弓。无限火焰强力是没有，陨月是那个、啊、被清掉了吗？哦，是清掉的哦。嗯。哎呦。我发发好痛！我看我没有技能，哎，强制点名，回去，拉回来了。没事，他们也被拉走了，他们也被拉走了。你收集绿宝，我们等一下是可以那个啦，背水一波。只是能够做到多少也不能说。很有限。我现在来量药水。他们装备太强了。真的不？要有人持续的弄才可以。神抽！哎呦，干嘛、啊？哎，我也过不去耶，过不了他们。这两滴还有铁、啊，他两滴追不到他，他两滴铁不到他。铁这箱子都有，箱子找一下。哎、嗯、呦、哦、有，感谢。青青石。哎呦，好意思，这又忍呐、啊。哎，黄金洞哦。对，黄金洞有个在助手哎、欸，啊，我忘记力量药水是加什么了耶？攻击，你的攻击力。烈焰粉，烈焰粉，好、啊。他自己有在弄，他自己有在弄，没事。这边他们太前面了吧？因为他躲在门口哎、欸。对啊。2020出发喽！好，嘿，靠你们挖了。可是现在金稿效率还不够快。那么等下又来一波，我就是他的，我感觉他们经济应该很够了。好聪明哦！他们有那个咒术师 ，B O B O， 我的爱呀，没事，我没东西。哦，那你那边还有多绿宝吗？绿宝是不是箱子在家里箱子？有啊。哎，我们的铁矿没有人呐、啊。毒死啦！我放在最旁边那个药水。锁定你了。他是隐形怪。有力量药水、哦。这里，隐形的跑掉了，隐形跑掉了。好机。哦，杰克。哦哦哦哦哦。啊！一下，他一下射死我。没打到。哎，这里有人挖。是。这里在挖，这里在挖，他们冲，他们太。我、被清光光了！哇，我的效率啊！这我的效率，我的风力。箱子有些基础的啦，你怎么一直在趴？哎、我被打、啊、你要被凋零死？土司庙，你为什么不吃？让、我喝
了可疑的糖。好水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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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你们，世界靠你们拯救了。家里，家里有一个，家里有一个。我破盾了，我破盾了，哇哦！家里，家里，家里。好喝电，好喝电。哇，商店，商店，商店。太好了，商店呢？打哪一个？打哪一个？学长，现在尽量不要死哦，你很强的。我尽量，我尽量，我尽量。啊！绿宝石要放在这里吗？不好吧？还是哈基拿着？我拿着，我拿着，我拿着，可是我不确定哦。组织喵只有吃一个。我是怕被清而已啦。那个上面那个。哎呦喂！好了，你就拔了。哎呦喂呀！哇！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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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拔了！附魔台，还丢附魔台哦！有还没丢到，还没丢到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大局入侵了。好像没有铁嘞，有铁吗？铁。没有啊！还有个大箱，为什么不见了？剩十个，食物都没了，食物都没了。这个可以这样。黄金没有持续在产，应该说也一直被压着了，很难产。嗯，剩余无敌，他们无敌，这个就让他浪费吧。都没有食物，不用破，不用破，不用破。哇！要准备，哎，铁，你疯了吧？哦，我放牛排在箱子。哎，头，没办法。最终阶段，最终阶段了。拿矿工来打架，真的是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很强啊！我就很有想法。矿工很难打架，没有智慧改掉。矿工不是职业，不是拿来跟你打架的，不行，要改掉。只是他有，铁矿，铁矿，铁矿，抗性。对，反正就三十秒，你三十秒后就要退了。小心哦，像那个这边。后面上面下来，上面下来，还在无敌，还在无敌，还在，哎，家里有一个，啥都没下去了。贵族，贵族有倒，还倒。可以把你的体力哦哦哦，家里好多东西，无敌结束了，无敌结束，无敌结束。OK， 又无敌，哎呦，有人吃，有人吃，有人吃，你有钱，我差点被射两下就。哎，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可能要用无敌用到底，有可能哦。哦，不要，哦，不要蹲我了。意思不服气，哎呦，我们是无敌，我都搞自己搞而已啊。那个屋顶上面有一个在，那里我先进吧。对，好。嗯，哇，他们还有三十秒，我的铁都没了。有底下那个卢米，哎，有有有，干掉，可以捡他装。哇，那个骑马过来，哎，家里，没了，哎，哎呀，呀，为什么一直？没有他那个都来了，嗯，咒术师，好强啊！叽叽叽叽叽，哎，他那个是那个哎，咒术师，然后骑着马，骑着马我都会改掉，硬骑马都要改掉。那你应该把矿工改的跟那个什么守护者一样，就是靠近对方家会出事情。对，我会那个会改，后面会改。打过半吧，或者是真的是接近核心那个不行，还是什么的？对啊，因为像守护者不是就是他没有办法，那就是无敌回去，有点类似像那个王国之战的那个技能。的话要那种模式的，其实有孤狼了，但不适合，就是矿工不适合，只是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以后改掉，这个会改掉，但他就会发光。没有，那我们那个啊，装备差距太大，没有在固定哦。嗯，可惜。太强了，很猛很猛，休息休息啦，感谢学长，辛苦啦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，休息休息，感谢感谢，下次再玩，下次再来，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等一下没有再开台哦，等一下就休息，明天要去猫站活动，开起来，这场就。装备差距啊，我们其实就算没有被清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就一套的附魔装，所以就比较难，应该要固定有人在那边弄煤炭，然后去附魔煤炭附魔煤炭附魔，因为还蛮快的，因为多人场那边其实还蛮快，如果多一个稳定弄的话，装备够多其实应该还有机会，可惜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歼灭工程战事件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留言并且订阅我们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拜拜。